2月15日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深圳市体育馆召开声势浩大的宣判执行大会，对走私毒品海洛因598.85公斤一案的主犯王世建等七人依法判处死刑。当天那个宿舍也跟两个靓仔，毫无犹豫的，无顾忌，无顾虑的，跑了个大海。就下海以后啊，那个遇难者救上来了没有？但是我们还有那些人在我给起来，有，我救回来了。被救回来的是个子比黄飞赤大得多，与他。